你睇下，连呢度都变埋游客区咁啊！讲到消费呢，呢一种夜生活应该系最大众化噶啦。系啊，呢度叫做平民夜总会啊嘛。以前平民夜总会咧，就系咧啲三楼九教啲人都有啦，有讲古啦，有卖舞啦，有算命啦。不过咧，而家咧多数咧都系熟食档啦，同埋卖饰物噶啦。虽然话几蚊交易啫噃，但系你唔好睇小呢啲档摊啊！大嘅熟食档啊，可以做过千嘅生意噶，唔怪得咁多人嚟呢度摆档啦。系啊，不过好多年青人咧都系会中意食完饭出嚟咧系运动下嘛。其实咧，夜晚黑咧最受欢迎嘅运动咧，就算系保龄球。咁普通啊，使20蚊咧就可以玩得晚嘅。仲有啲球场都开咗1-2点钟添。咁所以咧，啲青年人咧最欢喜呢种活动。呢桌球室咧，有时咧都会有三流九教嘅人上到嚟，而且咧消费都唔平嘅。咁其实呢啲地方咧，亦唔系好适合咧年青人嚟嘅。不过好多时啊，越夜咧。就越多後生仔上嚟玩噶嘛。喂，基順啊，其實打桌球咧，睇人哋打就好容易，不過自己打起上嚟都幾講技術嘅。咁啊係啊，不過好少女仔上波樓噶喎。係啊，不過我又打。好啊，試下啦。哇，原来呢度都可以玩到成夜晚2点钟噃，不过平均咧就系8点钟至到12点钟呢段时候最多人嘅。咁至于消费方面咧，大约就系8-9人先一个钟到啦。不过越夜越贵嘅喎。不过有好多人嘅夜生活咧，就喺张麻雀台啦，所以夜市之中咧系唔会少咗呢一种娱乐场所啦。虽然话警方啊冚咗大部分嘅赌档。喜欢夜晚出嚟碰下手风嘅咧，都唔愁冇好去处嘅。香港大部分嘅夜生活咧，都系喺室内嘅。如果空气调节唔好咧，吸埋啲污浊嘅空气啊，对身体咧系冇乜好处。尤其是啊，系有流行性感冒嘅时候咧，更容易咧被传染到添。讲到赌咧，香港人最疯狂咧就系赌马。你睇下佢跑夜马嘅人几多？吓，佢哋好似第二朝唔使翻工咁。你知唔知啊？睇夜马嘅人啊，平均比睇日马嘅仲多啊！咁香港人除咗舍得食，最舍得系都系赌噶咯。系啊，每次投注额咧有5000万咁多，你话几多打工仔嗰份人工啊，攞咗嚟铺草皮啊！香港的夜市有人说不外都是声色犬马，好像这些有陪酒女郎的酒吧，500蚊就可以拿到个酒牌了，生意还相当不错的。来的都是独身汉，而且很多都是游客。其实酒吧业在60年代越战的时代开始兴盛的了。那时湾仔和尖沙咀区酒吧开到通街都是，有人说有些番薯女都走了去做吧女，而事实上酒吧用拆账方式利用他们找了不少生意。越战结束之后，做酒吧行业的就出了很多新噱头了。有些酒吧用无上装侍应做他们的新招牌，引起了很多卫道之士的抨击。根据目前的法例，任何人在公共场所作色情暴露或者淫荡和猥亵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是至于怎样才称得做为淫亵的行为呢，那就要等待法庭裁判了。酒吧仲有好多种噶，好似多数由酒店经营嘅 disco 就系比较适合年青人噶啦。你知唔知开第一间的士旧格酒吧嘅人，亦都系无上装酒吧嘅始祖呢？不过佢哋嘅对象当然就系唔同啦。近年来开得最多嘅咧就系日式夜总会啦，即系所谓俱乐部。不
不过同一般嘅 disco 咧就有啲唔同啦。咁有乜嘢唔同啊？你上嚟睇下啦。欢迎阿珍，桂林的工业总会。我介绍你识啊，阿容朱迪小姐，阿梁方先生。系，又整过你边。好啊。啊，呢度都几好生意喎、啊。啊，你哋做本地客生意多啊？系啊，我哋好多本港人嚟呢度嘅，同埋咧，更加咧，我哋还有游客同埋日本客嗰方面嘅多，因为佢哋中意嘅方面咧，我哋嘅表演嘅节目，同埋另外我哋国际性嘅小姐方面。诶，表演时间到咯，不如我哋睇表演啊！好啊。喺呢啲地方做酒铺或者表演嘅咧，虽然咧系颠倒日夜咧过住啲唔正常嘅夜生活，但系佢哋嘅收入咧系相当好嘅喎。上嚟嘅客人咧，如果要同小姐出街咧，就要使两三百蚊起码咧，净系陪酒咧，亦都要咧十几蚊一骨钟。咁会所有陪酒伴舞同舞厅有啲咩唔同啊？舞厅普遍嚟讲咧，都系平一啲啦。而家啲舞厅咧，已经唔系几十年前嗰啲富家子弟先正去噶啦。好多时喺舞厅门口见到两三蚊一票，咁咪好平。不过一票跳一两只舞唔系好耐嘅咋。香港注册嘅舞厅咧有六十几间，估计咧有成万个舞小姐要喺呢班舞客身上搵钱嘅。香港人有另外一种比较正常的夜生活就是食了。这些酒楼夜总会主要是做熟客和旅游团的生意。我就说洗钱上舞场或者俱乐部就不如吃了它了。这些表演都不错。是啊，不过这些夜总会每人平均最低消费都要三四十元以上。其实一个家庭的任何支出都应该量入为出的。娱乐费都是一样。千祈咧唔好超出預算，尤其是做父母的要教子女怎樣使零用錢。不過咁，香港啲夜總會其實間接咁刺激咗香港嘅經濟，因為好多生意上嘅交易都係喺呢啲地方進行嘅。由於香港係一個島嶼，夜生活就當然唔會少咗海上夜總會啦。你哋一齊上船嚟參觀一下啦！这只是新的海上夜总会，可以坐四五百人的。形式和一般酒楼夜总会是差不多，不过游客就特别多，他的目的就是来听下歌跳下舞，很少是来吃东西的。有时连酒水都是他们的旅游团的负责人带来的。系啦，张生啊，你哋呢度晚晚都咁多人噶？系啊，经常都系咁多人噶。喺周末晚会嘅时候咧，尤其是本港嘅人咧系特别多啲，喺过去咧都经常满座嘅。咁收费方面又点咧，张生？收费可以讲得唔算贵嘅，系好平噶。咁本地人多唔多？本地人喺周末晚会嘅时候咧，经常都满座噶。
在外面来的游客可以讲得是很多方面的，在澳洲、东南亚、日本、欧洲、美国都有的。那你为什么平时你们是十点半就收市呢？是不是因为治安的问题你们这么早呢？这个是经过几年来呢，我们有部分时间 是做一些游客的，那这个是应这个旅行社的要求的。但是周末晚会呢，我们通常都是收十二点的，都是满座的。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呢，香港人咁肯使钱喺饮饮食食咧，都系好现象嚟嘅。因为咧，唔单止话香港人嘅消费力强啊，仲可以刺激到咧香港嘅经济添。咁如果啲人唔使咁多钱，而将啲钱储起去，咁咪仲好？咁啊，有好多经济学家话咧，如果啲人搵咗啲钱唔使咧，就变咗好多行业嘅生意减低咗咯。咁啊，造成一啲恶性嘅循环咧，而引致经济衰退嘅。哦，咁即系经济学家都赞成人哋去使钱喎？咁都唔系冇道理噶。不过香港人好饮好食的历史都很悠久的，因为香港是一个商埠，很多人要应酬啊交际，战前的时候石塘咀区的夜生活都很旺的。那为什么战后有那么多人上那些消费场所呢？那你都知道啦，战后香港附近的地区的局势又那么动荡，很多人走了来住又带来很多钱嘛，加上近年来的建筑业啊工业又那么发达，那些人赚多了钱，那自然多些钱去使多些消费力啦。你讲到香港夜市好似净系饮食世界咁喎，咁又唔系啊？你记得有一次我哋做完节目，我哋去咗好多地方玩啊。香港的交通不到深夜两三点都不会平静下来的，走夜间的车多数都是靠戏院散场、酒楼散酒席的生意为多，他们可以说是间接受雇于夜生活这个大企业的。虽然说七点至九点交通是相当繁忙，但是搭车怎样都比日间上落班时间容易了。九点过后呢，巴士多数会减少班次，不过出夜街的人呢都不用怕没车搭，因为有两条隧道巴是走通宵的。一过了一点钟，大部分的车和船都停驶，只好靠红牌和的士啦。红牌又要讲价还价，的士有时又会开天杀价。不过如果的士不跟咪标收费呢，是可以去警察投诉的。总之是小心使得万年船，黑和偏僻的地方就不要去。还有如果不是必要的时候，袋就不要带太多钱。同时要尽量留意警察的警纲和警署，有可能的话就待定这些是扑灭罪行卡，因为如果是真的不幸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找得到警察。因为我们现在17000多个警察都是有现代化的通讯的设备的，很容易会你需要的时候他会赶抵现场的。受雇在夜市的呢都未必是好像武小姐那样要过着一些不正常的夜生活的，好像酒楼茶室的从业员估计有10万人那么多的。打酒楼工有什么好呢？除了薪金还有下难分嘛。小食店和小的菜馆近年开得越来越多，那他们究竟做不做得住的？因为小食店和小型的饭店成本比较低，所以仍然可以赚到钱，消费也可以较便宜。大酒楼又怎么做呢？大酒楼就专做酌局和宴会了，年头年尾特别多人摆酒的，现在普普通通一围都要400-500元。现在的酒宴还有很多新的菜式的。是啊，这些是他们的新噱头。他们就是来吃几百元一锅的佛跳墙了，你看用小金器来吃很够派头的。还有啊，这只龙虾呢是专程由波士顿搭飞机来的。
香港有很多夜市場都開到很夜的，好像酒吧、咖啡店，他們很多時候都開到那麼夜，對於那些旅遊事業都很有幫助的。啊，咁唔單止係做飲食業嘅會開通宵喎，好多時裝百貨公司都開到好夜，專做遊客生意嘅。Judy 啊，你食唔食烟同饮酒噶？少少啦，少少地就无所谓。如果唔系咧，都几伤身。加上睡眠不足咧，第二日就冇精神翻工啦。总之咧，夜生活主要系调剂下生活嘅啦，唔系话透支精力嘅。其实年青人喺夜晚都有好多其他有益身心嘅好去处噶，好似佢哋咁参加下兴趣小组，可以交下朋友，仲学到嘢添。学他们咁参加一下啲兴趣小组啊，或者系体能训练，既然可以学到嘢，亦可以交下朋友噶。嗱，你睇佢哋玩得几开心。原来佢哋除咗玩之外咧，仲可以学下点样整咖喱角。哇，见到都口水流啊！唔好咁为食至得噶。无论做饮食业、娱乐场所或者商店咧。夜市咧都系同佢哋带嚟主要嘅收入噶，无可否认咧，夜生活咧系可以刺激香港经济，同埋反映到香港嘅繁荣嘅。